还有啊，为了促销呢，其实现在有冰淇淋 Yogurt 业者推出了自助餐的吃法，要吃多少自己决定。好了，看我三个辣就好了。对，还可以再加不同的口味啊。原味巧克力还有抹茶，八种口味看得你眼花缭乱，爱吃什么味自己挑自己选，最好八种口味通通都来上一口。不过瘾吗？26种配料任你加，不管你是要巧克力还是碎片饼干，雄青的台湾水果这里通通有，想吃什么自己配。它比较软吧，它就可以挤一条很长，而且都可以自己挤很多种口味。我觉得他们冰淇淋还蛮好吃的，而且还可以很多种类可以挑。会不会很酸？那个冰淇淋姐姐妹妹全都疯了，只是这么一大碗的冰淇淋，小姐你不怕胖吗？我点的都是水果类的，而且它是优格的，我想应该比市售的那种过甜的冰淇淋比起来应该还可以。比较健康和比冬淇淋的热量1/3。哦，原来热量少少，刷冰室的吃法，怪不得爱吃的想吃的拼了命也要来吃冰。